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，欢迎来到我的 Lace Moon Night Radio。 在之前的这个梦张春啊和湘江水方言挑战的活动中呢，有很多贝壳啊都发布了自己的作品，表现十分优异啊，我都有在看，大家真的都很棒。 Come here right now， 浓雾飘渺，一叶扁舟不知冲撞。 Come here right now， 从未孤岛，四周月里星光月。那这首音乐作品呢，名字叫做 Come Here Right Now， 旋律呢做得很好，谢谢你们啊，懂我的坚持，也谢谢你们支持我的梦想啊，未来的路不知道会怎么样，但有你们我就永远都有往前冲的力量。这位是来自阿拉伯的贝壳啊，谢谢你们把我画得这么的鲜活生动，希望你能够继续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呢发光发热，也希望疫情结束之后能够有机会呢跟海外的这些贝壳们见面啊，爱你们 ，Love you guys。这段古筝纯音乐的演奏呢，让我很惊喜。我一直在做中国风和流行趋势的融合 ，M-pop， 你们懂的。你的作品呢，让我有很多共鸣啊！谢谢你的积极参与，也愿大家都在一起，不错过春天，不错过最重要的人。不得不由衷的夸一句，我的贝壳实在是太有才了，各种版本的湘江水都新奇又抓耳。这位用粤语唱这个湘江水的贝壳啊，你的这个歌词知识点有点多啊，所以你们那边过年是吃白切鸡的是吧？我还没有吃过饺仔和蛋散，下一次有机会一定去尝一尝啊！祝你2021年呢一切顺利。这位是来自日本大阪的贝壳，こんばんは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在你的这个歌词里呢，看到了这个大阪人的可爱和随和，也接受到你的邀请，有机会一定去大阪玩一玩啊！希望跟日本的歌迷朋友们都能够赶快见面，希望新的一年我们大家都有机会到互相的故乡去走一走看一看。那春天马上就要到了，大家要照顾好自己，换季的时候不要感冒哦。我们下次见。